对于我们这些音乐创作者来说，音乐是我们的语言，而录音界面则是我们的喉舌。我们需要一款既方便携带又操作简单，但同时又能提供优质音质的录音界面。在这样的需求之下， Neumann 与拥有专业实力的瑞士品牌 Merging Technologies 携手打造的新产品 Neumann MP48 诞生了。在拿到 MP48 的包装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被精心包装的录音界面，以及一本包含各种重要技术细节的说明书。这本说明书将为你提供所有你需要知道的设置和操作资讯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必要的连接线，让你能够直接使用。MP48 的外观设计充满了吸引力，经典的 U87 镍色涂装配上其细腻的工艺制成，整体的质感无比高级，看上去非常的有格调。这种美感让人不禁联想起那些老式录音设备的美好时光。在装置的前方，你会看到两个立体声耳机输出接口， Instrument Line Inputs 3+4 提供了接入吉他或 Bass 的便利性，当然也可以用于线路讯号。另外还有两组可以分别进行控制的耳机孔，两组都具有超低输出阻抗的耳机放大器，能够推动任何一只耳机至最高性能。在装置的后方配有 XLR 接口的主输出端 Main Out， 通常会连接到你的录音室监听扬声器。装置的背部还配有输出3+4的 TRS 接口，你可以用它来连接次要的监听扬声器，或用于其他目的，例如将线路讯号发送到录音室的外部耳机扩大机。装置背部还有两个 GPIO MIDI TRS 接口，可以用于 GPIO 切换，例如连接一个脚踏开关，或遥控开关录音灯指示器，或者你也可以将它们用于 MIDI 模式，作为 MIDI 的输入和输出。在主输出端 Main Out 右边还有常见的 Mic Line Inputs 1+2的 Combo 接口，适合连接麦克风或线路讯号。它拥有高达 136dB 的动态范围和 78dB 增益的麦克风前置放大器，即使是最高品质的麦克风， MP48 也能毫不费力地充分释放声音潜力。翻到装置的背面，你会看到 MP48 的底部有一个3/8寸的螺纹，这让你能将 MP48 安装在麦克风架上，能依照你的需求来设定不同工作环境的操作方式。这些细节设计都让你看见 Neumann 如何将用户体验放在最前面，让你能更便利的操作，享受音乐创作的乐趣。录音界面的操作面板更是一个亮点，首先是多点触控萤幕，你可以从多根手指同时操作，可轻松调整混音平衡、音场定位和其他参数，让你在录音过程中能更灵活地执行你的工作。再来是带有菱形标记的回主画面按钮，使操作更加方便。而在面板上，你还可以看到有一排按钮，这些按钮可以让你在第一对监听音响、第二对监听音响、第一支监听耳机、第二支监听耳机这四种不同的混音器之间进行选择，并且可以调整所选立体声输出的音量。 MP48 面板右上方角落还有一个静音控制功能，让你可以随时控制所选的立体声输出，只要长按静音按钮超过2秒，就能让所有输出都静音。它还内建了一个 Talkback 麦克风功能，就能启动内建在装置上你所设定的 Talkback 对话麦克风。这款装置配备了4个模拟输入和8个模拟输出。在数位扩展上， MT48 透过 Edit SpeedIF 光纤和 AES67 提供更多的输入输出通道。此外， MT48 也支援 AES67 这种开放标准的网络音讯，现在也在录音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而且 AES67 端口支援双向传输，
所以你可以同时连接输入和输出装置到 MT48 上，大幅提升了在不同场景工作中的易用性。在供电方面，你可以使用附带的电源供应器，或者选择通过支援 PoE Plus 标准的以太网络供电，只需要按下开关按钮就可以轻松开关装置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那些更偏好透过电脑或平板进行操作的使用者， MT48 的灵活性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款录音界面支援远端控制 App 和浏览器网页操作，让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心所欲地掌控你的音乐创作。 Neumann MT48 是一款满足音乐创作者需求的优秀录音界面，它结合了 Neumann 和 Emerging Technologies 的专业实力，提供方便携带、操作简单且优质音质的解决方案。从轻易上手的多点触控萤幕与操作面板，到底部可连接设备脚架的安装性， Neumann 展现了对用户体验的关注。 MT48 具有多个模拟输入和输出通道，配备各种接口和功能，包括耳机输出、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和数位扩展选项。此外，支援远端控制和浏览器操作的灵活性，使得 MT48 成为适合各种音乐创作场景的理想选择。无论你是在录音室还是在旅途中， MT48 都能让你轻松掌控音乐创作的乐趣。好了，以上是我们的分享，有其他想法的朋友欢迎在底下留言，也别忘了帮我们点个赞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，鼓励我们继续创作新的内容。各位，下次见。